滑手机上瘾，半数记性变差。低头滑手机上瘾，当心记忆力变差会变笨。舒田诊所昨公布80名有智慧型手机的患者调查，68%每小时至少查看一次手机，17%随时随地都在滑手机。这些重度使用者有46%曾短暂忘掉原本要做的事，41%的人感觉记忆力变差，无法专注。医师指出，因手机铃声让人分心，导致记性变差，常忘东忘西的患者增1-2成。医师指，因大脑记忆的过程，需先将讯息进行登录动作，才能储存于特定的脑部区域。手机铃声震动等会打断，影响记忆过程。建议关闭讯息提醒功能，吃饭不滑手机，睡觉前关静音，避免手机干扰，让大脑完全休息。动新闻，滑手机要节制。报道。